结果把头发给剪短了。这个是炸酱面，太香了，黑乎乎的，你给它拌一下。吃炸酱面最少不了的就是炸鸡。好久没有吃炸鸡了，因为怕上火。这个鸡腿好馋一个，拍视频之前有点馋，我就偷偷吃了一块。这个真的巨好吃。
你屎一直掉。这个看着很黑，一点都不咸，直接干吃它都是非常香的。那我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啦，拜拜。